有请热烈剧组导演大鹏、总制片人陈芷溪、领衔主演王一博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别忘了传递道具。谢谢消失的他剧组。啊，一博，你会不会觉得今天现场太热了？是的，热到很想惊叹一下。在热烈当中，黄渤扮演的角色他有一个舞团，就叫惊叹号。一博扮演的陈硕呢，就是希望能够进入到惊叹号去圆梦，因为他们是最厉害的舞团，他想在里面跳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把这个惊叹号传递下去，献给每一位观众。因为热爱梦想花开，这个惊叹号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惊叹号。那么也希望这份热烈能够送给在座所有追梦的人，也希望我们中国电影人在2023的这个夏天可以热烈的绽放，也希望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圆满的惊叹号。谢谢谢谢，这个夏天就是要热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的是盗火者剧组来传递道具。